看镜头在出手啊。还有哪些人啊？睡觉了你，哎，谁说你一天睡觉了？饭都没吃，那碗里面饭都没有了，早不干了，天哪！东西在回来路上吗？好像是在，我露露他们在回来，在路上吗？好像，哦，他们要回来了，好像是。这个感觉，大家真正的觉得应该走，对，就是感觉。西面桥那边还没开始跳呢，应该跳了。我走那个地方过，他们都没人，他，哦，不是有一些人，还有音乐。车多吗？那个旁边。感冒了。哦，昨天就感冒了。要打小的。Thank you.
睡觉的。那我躺一下算了。过来。
走。
Yeah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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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
太长了，好几半。哇，拿了个瓶子，打了好大，拉了几升呢？
起床还要跑。太白痴。行，真牛气。
签工程的，也不能签。没有没有。签小的工程。然后呢？签完了。啊，签完了，昨天满了。OK， 在那儿吧。飞去了。在那儿。他在打你的人工费啊。九点半了。在那儿。早回去了，没得表情。我今天呢，给他买了回去，去取钱，推起路耍耍一耍。那是我昨天，昨天去接你去。去干的。那都是放在那个房子那个外面，还出去耍哈噻。那个谁的？是看我自己赚噻，赚的没下线。那个小女孩的，那个。他们在那个今天比较适合去。不去了，我觉得十点钟没啥时间了，早点回去吹空调算了。太热了，哎呀，成都好热哦。上哪天了嘛？哎，我们那天当天到，直接到成都才吹的了，温度打一半，十二点打一半。没吹，没吹。哦，到里头真的，早上那几天下雨嘛，晚上就只有8度，体感温度3度，你穿个羽绒服也是。那天我们。你脱衣箱吗？我脱嘛。我们到那个人康五街那个就是有跳舞那个吧？啊，那个地方，服装的。来了嘛？哦，就那个广场那儿。啊。那天他先吹一阵风，就开始，本来下午还在下雨，其实下午还是有点下雨了，有点冷了。但是我幸好那天晚上把羽绒服穿起来，我想我们去电动车去。拜拜了。哦，你们今天去罗马吗？去罗马耍一下嘛，我还都在那儿耍。罗马，去嘛，坐一会儿嘛。没有，不是你们跳舞，他们想直播。好，他是直播。他们几个？你里头去我。哎呀，你。出来耍了，没有去。好的，他车子。是的。我连看都没骑自行车，要去抢功啊！还要继续抢，钱不吃完了。他每次都要去。喜欢他对着。嗯，他双面兄弟嘛，就这样了。我认他好像很久了。好多年嘛，他已经上两回。他起码在抢空调了，以前在抢空调，有2-3年了。哦，名字晓得吧？我还没去过。啊，我因为那时候我不晓得名字，我从来我只叫他特警。我先有一次看，不是上次的，先有。啊不，没，他特警。他那儿是他老婆的，是医院进修，是阿姨，进，他就天天来，这是要2020年的事情了，不是2020年，我想。哦。帅哥，他们是咋个称呼你？咋个称呼你呢？我啊，没刷抖音吗？我张总名字，小张总名字，张总，我没的，真是真事儿，真事儿，他们这样子，纯金的陈博士，对对对，你也不晓得，他没问你他名字，是真的事儿，十几年了，真的事儿，帅哥跳得好，跳好多年了，他以前在11年了，他在青海空调。但是他以前是在那个，他一直在峨眉山那边跳。我二爷跑到境外来跳，他在峨眉山，峨眉山，我们都在境外跳。我二爷在那跳，他说那儿是，你说嘛？他老婆在那跳，他就进山。你这个咋了？